第一步啊，第一步，第一步要把这个鸡，先把这个翅膀放平，放好，垂直，先把这个翅膀垂直，啊，然后你看这两个轮子，远一点，你远一点让他看到，这两个是歪的啊、哦，歪的在这个地方。首先要把这个螺丝松掉，把这个松掉，这边也是啊，螺丝松掉，松掉调节，啊，调节这个，它就会动，这个调节这个它会动。先看着啊，先要肉眼看着调的差不多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从这边看，垂直车轮。垂直差不多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主要是量这个。675，这个标准的应该是675，这儿675，就是这个距离，这个两边，两边的距离是675，现在是不对的啊。还需要再调，然后你从后面去，从后面开，现在这个轮子是 OK， 这个轮子是 OK， 然后再最后一步就是什么呢？再把这些螺母，很重要的，把这个螺母要这个位置要拧紧，这边反面要拧紧，啊，再用红豆把手。这边也是，哎，OK。